时间差不多了，应该可以开始唱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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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大家要和我一起唱，一起唱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会还在唱卡拉 OK 呢？妹妹老师。这么晚了，比较没有人，我比较不会害羞啦。这样啊，可是这么晚了还这么大声，不太好吧？哇！妹妹老师，早知道我们就不要跟弟弟抢玩具了，不然玩具就不会坏掉了。现在我们都不能玩了。哦，是这样啊，小朋友先别难过，来听妹妹老师说故事吧。好险，差点迟到。迟到了，迟到了，姑姑，姑姑，现在可以请麻雀老师来帮我们上课了，欢迎麻雀老师。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麻雀老师，今天呢要来上音乐课。哎，我的指挥棒呢？啊，找到了，在这里。那现在都到齐了，准备上课喽。上课了，上课了，哈哈。鹦鹉，你这么喜欢学的话，那你先来好了，跟着麻雀老师哦。哦，换你。啊。鹦鹉同学，看来你的天分似乎有点不足，要多练习。嗯，公鸡同学，再来是你喽。哦，咕咕咕咕咕。不是不是不是咕咕咕，是啊，咕咕咕咕咕。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关系。这一班的同学怎么都这样呢？哎。乌鸦同学，看起来你最聪明，接下来是你的时间咯。哦，哇，大家帮我拍拍手。乌鸦同学，你实在是太有天分了，还把这首歌唱出了另外一种的层次跟高度啊。谢谢老师，不过老师我有问题，为什么你都只会在晚上教我们唱歌呢？对啊对啊，晚上教我们唱歌呢。这说起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以前麻雀老师我也很爱在白天的时候唱歌的，可是有一次我唱的实在是太入迷了，唱着唱着连被猎人发现了都还不知道，后来就被抓起来了。所以麻雀老师我学乖了，我再也不在白天的时候唱歌，只在晚上的时候唱。哦哦，可怜的麻雀老师，直到被关到笼子里才懂得改变自己，但这一切都来不及了。麻雀老师真是太糊涂了，被抓起来，好可怜啊！可怜哦，可怜哦，小朋友。做任何事情前，如果能够多多思考，提早警觉，或许就不会像麻雀老师一样发生令人后悔的结果了。多思考不会后悔的结果。我想到了，不晚不晚不晚。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该回家了，明天还要叫大家起床呢。我是说还来得及，你们看猎人的鸟笼没有关好哦。真的耶，我自由了，自由了，自由了，自由了。谢谢大家这些日子的陪伴，我学会了做任何事情前都要谨慎思考的重要性，我要回去找我的伙伴们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哇，麻雀老师走了，看来这里只有我最适合当歌唱接班人了。啊！哇！
那今天美美老师就不唱歌了，为大家弹一段沉淀心灵的音乐，祝大家有个好梦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天竺鼠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可以常常看得到我们哦。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看这里。